这第一次发现吗？对，第一次。你这个结节呢，不能排除是良性的炎症，第一次发现哈。对对对。所以呢，还是保险点了，你就这样吃点消炎药，然后过一个月再复查，好吧？我吃了头孢，吃了两周。明天我只收一个打针。吃了两周。其他的我不想。吃了两周。在这个二院复查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时候吃完停了多久？可以有一个两个，我看到了我。这个对对，这个这一天开的吧？啊，连续两周，十二天左右。这个是什么时候的？这是就是这吗？这个是八月底的。这是九月八月初的，对，这是九月的，八月初的，九月二十二号的，你最早是吧？九月二十二号的，对。不是，你吃药是什么时候？吃药就是这一天，就九月二十二号之后开始的。那你再过一个月复查？再过一个月。我看一下八月份的有没有？八月份的有，八月份的有。嗯，差不多，那你就等着过一个月复查吧。过一个月的。对，如果不小的话，可能就不能排除是肿瘤。就要把它给拿掉了，好，好的，好吧，就手术现在可以缓一下，先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先不急啊，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再吃点中药干药，可以啊，但是估计也没啥用啊，没啥用，对，好不好？好，过一个月复查。